为了冲高捷运接驳公车的载客率，高雄市多家民营客运业者共同推出了免费搭乘券的促销活动，民众只要平日搭乘特定路线的公车，就能获得免费票券，集满同路线两张票券，就能享有同路线假日的免费搭乘一次的优惠。根据了解，包括南台湾客运、东南客运以及高雄客运在内的八条捷运接驳公车路线，将从11月1号开始到年底，展开为期2个月的免费票券赠送活动。由于这些路线假日搭乘人数呢只有平时的30%左右，希望透过赠送票券，一举冲高假日搭乘公车的人气。另外，公车处也考虑释出这个月票或者是免费里程搭乘的优惠，刺激冷门路线的搭乘客群。